就是照着一件长版的罩衫给大家看，因为我觉得长版罩衫在现在接下来啊，就是春天夏天的季节很实用，然后又孕妇又非常适合长版类的单品，因为长版才可以让你修饰你的大肚子。那这个材质就是还有细细的条纹，然后呢又很软很软，所以我觉得就是防晒之外，它兼具的就是舒服，然后可以遮阳。然后这种衣服就是如果你平常啊，你可能还不想穿它的时候，你就其实这就是这样子折一下，然后丢到你的包包里面，它也不太会变形，就是很好携带、很轻盈的一件罩衫。我觉得它材质真的很好，我当初会喜欢它就是它的材质，很柔软那种，不是那种粗粗硬硬的，然后摸起来就是不舒服的那种。对，它真的很柔软，罩衫也可以哺乳哎。对，罩衫你全扣之后，你再穿刚刚那个背心又可以哺乳。对，看黑色，看黑色条纹，黑色比较明显。那个柜姐不要错过。黑色的话就是你比较走个性风格，我觉得黑色喜欢你喜欢，就是它比较个性，然后你下面搭个牛仔裤什么的，对，贴腿裤什么的，这个很就可以出门了。滑滑，有点像丝质的那种感觉，对，有点那种像那种丝雪纺，有点像雪纺的感觉，但是又很凉，很凉。对，黑色也好看。对，我觉得黑色穿起来好，对，瘦，就是一种很有气势，黑色很上镜头，对，很有气势的感觉、啊。黑色也很好看嘞、欸。对啊，黑色立马变专业，对，变犀利，有没有？有点这样，主管来，主管来了，主管来了。对，这样子超搭。去海边，一秒穿给你们看，草帽，草帽这样子，一秒穿给你们看，一秒穿给你们看，超可爱的，你看，哦，好可爱，真的，哎，这一整套的，哎，对啊，完全就是一定要搭这个罩衫啊，因为你知道很多人穿，嗯，很多人会有点说，哎，怕手臂，露手臂，对对对，那你就是要买这个罩衫把它罩住，又可以遮阳，而且它这个又有点透肤，不会有人真的细看你的手臂。对。